智慧树 Party 开始喽！这是一个 Party， 快乐的 Party， 和朋友一起快乐的 Party， 我们很开心。是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一起大声说你好，一起快乐舞蹈。这是一个 party， 快乐的 party， 和朋友一起快乐的 party， 我们很开心，我们很 happy party。你我都是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一起大声说你好，一起快乐舞蹈。你我都是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一起大声说你好，一起快乐舞蹈。快乐做游戏，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智慧树宝贝二加一。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咕噜咕噜，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咕咚。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树乐园，这里有精彩的才艺，这里还有好玩的游戏哦。啊，咕噜咕噜绿泡泡，小咕咚都等不及，想要赶紧认识一下今天来参加宝贝二加一的三组参赛家庭了。没问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健康成长，天天开心。红队家庭小队长房秋彤，今年7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雨辰，雨辰，我很厉害，我很帅。黄队家庭小队长邓雨辰，今年6岁，队员是他的妈妈和叔叔。凯阳，凯阳，我们最棒。蓝队家庭小队长张凯阳，今年7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智慧树宝贝二加一。哎，小咕咚，你知道吗？接下来这个游戏环节是宝宝独立来完成的哦。哎呀，那我们要为他们加油加油了！加油，宝宝们，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宝宝闯关。宝宝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将面前箱子里的球全部清空，耗时最短的宝宝获得五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三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两颗智慧星。好的，到了我们宝宝闯关这个游戏了啊！今天这个游戏呢非常有意思，在小朋友的面前呢有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的乒乓球。哎，一会儿呢开始之后，小朋友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乒乓球全给扔出来。但是注意，我们的盒子啊不能够直接拿起来。来，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准备好，游戏开始喽！我们开始之后，小朋友先是凝固了几分钟、几秒钟啊，没有敢动啊。哇，这个游戏好好玩啊！速度还要再快一点，看谁第一个完成。黄队小朋友加油！哎，好像现在我们红队啊，这个女孩子速度稍微快一点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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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他们鼓掌，加油！这是今天的小朋友们，也来为你支持的小朋友加油鼓劲儿！加油！好，第一名马上就要诞生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看看红队和蓝队谁最先完成，黄队也还有机会。哇，谁先？好像成群似的啊！好，我们一起再为黄队加加油！加油！好的，游戏已经结束了，也真的是太激烈了啊！尤其是我们红队和蓝队的宝宝几乎是同时，但是好像红队稍微快了一点点，第一个完成。来，让我们一起为三位小朋友鼓鼓掌，非常棒！让我们看一看这个环节之中他们的成绩如何吧。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牛奶。这是我的肩膀，有力的小肩膀，它能背起我的小书包，抬一抬，动一动，我爱我的肩膀。这是我的屁股，圆嘟嘟的屁股，唱歌跳舞它扭扭扭，转一转，摆一摆，我爱我的小屁股。这是我的双脚，最灵活的双脚，可以带我快乐的奔跑，跳一跳，蹦一蹦，我爱我的小脚。耸耸肩膀，上上下下，扭扭屁股，前前后后，左脚右脚，原地踏步，我的身体棒棒棒。
宝宝听到主持人给出的题目后，通过声音和动作表达的方式，将题目依次传递给带有耳机的家长。最后一名家长猜测题目上的信息，规定时间内概率提出最多的家庭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好的，到了我们亲子大比拼这个环节了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大朋友们都戴上了耳机，哎，今天这个游戏非常的有意思。首先是我们的红队，来，请转身，好，转过去。好的，来计时，开始。妈妈赶马，马慢，妈妈说马，开始。妈妈赶马，马慢，嗯，妈妈说马。妈妈，再来一遍。妈妈赶马，马慢，妈妈说马。妈妈，妈妈赶马，马慢，妈妈说马。妈妈赶马，马慢，妈妈说马。好，您转过去，来，摘掉耳机。行，告诉我们您的第一题的答案，开始。爸爸看爸，继续呢，然后呢？妈妈，妈妈看爸爸，妈妈看爸爸，爸爸看爸，妈妈看爸，全都看爸爸。行，抓紧时间公布第一个答案。妈妈赶马，马慢，妈妈说马。我证明一下，宝宝和妈妈说的准确率都挺高的，怎么到你这儿成了？好，来。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我们一起学。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好，来。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学猫叫，我们一起喵喵喵。好，来，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我们一起学猫叫。嗯。我们一起喵喵喵。好，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非常棒。赶鸭老爷爷，胡子白花花。赶鸭老爷爷，胡子白花花。不进来，听不见。比划比划。赶鸭老爷爷，胡子白花花。哦。好，来这里，可以了。还有五秒钟。老爷爷，老爷爷，胡子二白花花。好，时间到。好，说出答案，说出你的答案。老爷爷胡子白花花。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是赶鸭老爷爷胡子白花花。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的红队家庭呢，一共是猜对了22个字，来为自己鼓鼓掌。好棒，成绩很不错。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面的家庭看一看他们的表现。好的，我们的黄队家庭也已经做好准备了，来，请转身，转过去吧。好，来，计时，开始。玩游戏最重要的是开心嘛。今天我闹。玩游戏。几个字？快说。玩游戏最重要的是开心吗？好，再说一遍。听不到。再说一遍，大声。玩游戏最重要的是开心吗？好，又说了一遍。好，来这边。玩游戏。玩游戏。最喜欢的是开心，开心。玩游戏最喜欢的是开心。玩游戏
下边。最喜欢的是开心。玩游戏很开心。好，好，来，好，说出你们的答案。玩游戏很开心。非常的简略，玩游戏很开心。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玩游戏最重要的是开心嘛。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太阳当空照，太阳对我忘了。我都听到开心。好，开心。好 ，OK，OK、OK OK、了吗？可以吗？我也没听到声。好，说出您的答案。第二题，像花儿一样。像花儿一样。好，我们来看一看。其实这道题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对了两个字，花儿。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我要飞得更高，我要飞得更高，我要飞得更高。过铃铛，我要飞得更高，我要长高。我要飞得更高，我是最棒。我要飞得更高。好，可以。不知道。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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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我是最棒。或者我要长高。我是很棒。还或者没有时间了。好，可以了。什么？拿下来。好，时间马上要到了，抓紧时间说出你们的答案。我是最棒的。能飞得很高。好，时间已经到了啊，他们给出答案是我是最棒的，能飞得很高。来，我们看一看，正确答案是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好的，那我们的黄队家庭呢，一共猜对了11个字，同样也要祝贺你们，来为自己鼓鼓掌。这个游戏啊，的确像我们刚才的这个第一句话一样，玩游戏最重要的是开心嘛，所以说不要太在意啊，究竟对了几个字。最后让我们请出我们的蓝队家庭。好了，现在轮到我们的蓝队家庭了啊，来，爸爸妈妈也做好准备了，来，先转过身去，好，转过去，来，计时开始。爸爸妈妈我爱你们。爸爸妈妈我爱你们。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哦。爸爸妈妈我爱你们。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好，请说出你们的答案。爸爸妈妈我们爱，我爱你们。确定吗？爸爸妈妈我爱你们，确定。好，来看一看第一题的答案。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哈哈，恭喜恭喜，太棒了啊。一只小花狗蹲在大门口。一只小花狗蹲在大门口。再来一遍。没事，再来一遍，抓紧时间。一只小花狗蹲在大门口。没明白。一起跳舞，一起跳舞，机器跳舞，就四个字啊，好多呢，很长很长，一句话呢，就机器跳舞啊。对，机器跳舞那四个字儿，确定吗？确定吗？好，好，好，给出你们答案。机器跳舞。机器跳舞。好，来看一下。哎呀，差的还真不是很多啊。这个与原本的话是一只小花狗蹲在大门口。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好，可以吗？没明白，是不明白啊。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好，就这样吧。玩玩具。玩玩具。
很长很长，你这三个字也太凑合了吧？十四个字到你这成仨字了。玩玩具。我喜欢玩玩具。可以了吗？嗯，可以了。好。啊，时间也快到了啊，给出你们的答案。我喜欢玩玩具。看出来了。那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平时看过我们节目吧？看过。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是我们的口号啊。就像我工作太忙，没怎么在一起玩过。平时就是我们三，就是我们三个人，就是说很少有一起，就是一起玩游戏啦，什么做游戏什么的，我就说感觉挺幸福的，挺好的。好的，蓝队家庭也结束了他们的游戏。虽然呢猜对了八个，但是我觉得玩得很开心。还是那句话，做游戏开心最重要嘛，把掌声送给他们。好的，接下来看一看他们这一轮游戏过程当中的成绩如何吧。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来到了。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宣布，究竟是哪位小朋友获得了今天的冠军呢？是我们红队的宝宝呢，还是黄队的宝宝呢，还是我们蓝队的小朋友最终取胜呢？现在我宣布，获得今天智慧树宝贝二加一冠军的就是我们红队的宝宝，恭喜你！当然了，我们的三位小朋友其实表现得都很出色，所以说呢，他们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都将获得我们的智慧奖牌。哇，颁奖啦！下面就由我和小咕咚为大家颁发奖牌。来，祝贺！好，好棒！来，恭喜你。好的，好，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三位小朋友。当然了，他们还将获得本栏目送出的精美奖品。本栏目的奖品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以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姆牛奶提供。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通过屏幕上打出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吧。对，说不定下次来参加我们节目了，就是电视机前的你哟。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一起来说：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再见。